BTS 的 Jimmy 和 J-Hope 在纪录片中的对话让阿米们感到心碎。节目回顾了成员们录制时的一些幕后花絮和在美国的点点滴滴，并记录了他们 Permission to Dance 的表演。而 Jimmy 和 J-Hope 结束演出后坐在车里聊天， Jimmy 开口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表演，这个问题让 J-Hope 也沉默了片刻，之后回答道，我也希望我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站上舞台。当时由于疫情席卷全球， BTS 的演唱会也连续被取消，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压力。 Jimmy 冷静分析到，最坏的情况是三年后才可能再开演唱会吧。这段对话令 ARMY 心碎，而现在全员入伍也要再等到2025年才能见到完整体。纪录片回顾这段疫情期间的煎熬，让 ARMY 们更加伤感。